这两边我们蜡染中间依然也有阴阳，阳是什么呢？用蜡刀蘸着蜡画出来图案去染，这个时候我们形成的图案是蓝底白花。那我们这个为了凸显火，所以我就用了一块红色的面料形成了蓝底红花，这个是正绘。接下来这边是反绘，也代表着阴。这是什么样画呢？我们用蜡刀蘸好蜡之后，用画图案以外的地方留出来图案，是逆向思维，这个可能会更难一点，所以它形成的图案是白底繁花，正绘是蓝底白花，但也是阴阳。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是在去年的2月15号在英国伦敦时装周发布的时候我们要带过去。为什么要带过去？这是我临时做的一件，其他在2019年底之前我们已经寄过去了，2020年的2月15号发布嘛。因为疫情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哈，第一个爆发的是我们国家，然后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我们又有一种歧视，它跟这个病毒叫中国病毒。那我们说我们到伦敦去发布的时候，让蜡染走向国际的时候，最初的时候它是一种中国的非遗手艺的身份来邀请我们去，我去呢是以把中国的非遗手艺有了一个现代的尝试去那边发布，但有了疫情之后我们这个发布又有了一个新的意义，它代表着我们对疫情的态度。在你遥望的远方，那里是避暑天堂，那里有山有水有我的家乡，我的家乡在云彩之上。在你流连的地方，那里是云上的贵州，那里有情有义有笑容荡漾，温暖你心房。传说的一片云游飘进我家乡了，云在山上哦，家在云上。